林瑟，我想好了，就算今天的投票结果不是我，为了你，我也不能就这么走了。学长，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可能了。靳总，以后多关照。桑伯，我就开门见山了。我今天来到您这儿了，是想看看您对我们两兄弟的态度。如果您觉得我哥哥比我更适合在这个位子上的话，我尊重您的选择。桑伯，您在秦氏集团已经30几年了，我希望您能够做出慎重的选择。投票结束，莫总4票，秦总3票。就我，就我咖啡。那按照规定，哎，这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就走了？明天下午我们见一面吧。小高，帮我办件事。太后被李叔，这算什么事儿啊？这算什么事儿？太不重视。我在欧洲那边有一个非常好的律师朋友，你如果相信我的话，可以把合同给我。如果把这份合同公之于众，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认为锦瑟是凭着你的暗箱操作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你猜大家会怎么看他？到时候他的职业生涯要怎么办？如果把这份合同公之于众，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认为锦瑟是凭着你的暗箱操作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你猜大家会怎么看他？到时候他的职业生涯要怎么办呢？弟弟，把放弃协议签了吧。
喝点水吧。嗯，我呢，今天是来告诉你个好消息的。什么好消息啊？今天宋老说了，他打算跟恒润合作办一场慈善拍卖会，而主设计师就是你。白设计师，你的机会来了。是工作啊。你怎么了？宋老还说了，让我明天带着你去韩城和他吃个饭。韩城？